而花莲铁道文化园区5月1号重新开幕，由9个深耕花东多年的民间艺文品牌共组了铁了心共赢团队进驻，团队背景多元，涵盖了旅游、住宿、阅读、文创、手工艺、料理等等，各自带来了花东的人文地景风貌和故事。即日起，除了每周三休馆之外，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要让园区从白天热闹到晚上。花莲铁道文化园区5月1日重新开幕，进驻的营运团队以多罗曼赏金公司为首，整合八组花东艺文品牌，成立铁了心共赢团队，包含回蓝窝、花莲日日、银奶奶手作、还好书屋、阿龙氏文化工作室、龙哥斯特海洋主厨艾尔文、黎芳文化以及史塔克德式香肠堡，融入美食、文史书籍、手工艺、花东农特产等丰富的元素。这园区里面大概会有三个很主要的一个部分哦。第一个是铁道园区刚刚讲的一个叫做共管团队，他们其实是来自不同的产业进来，比如说多罗曼赏金进来开始卖所谓的金蛋糕，055餐厅进来就做了一个热狗、德国热狗堡以及私厨料理。花莲日日进来呢，他们就把花东地区的农特产品进驻进来，然后变成不同的包装，然后用旅人的角度去经营跟贩售。甚至于一轮，他是一个手作的设计家，他集合了很多花莲专门在做手作的艺术，一起把它摆进来。那还有阿龙老师，比如说铁道的历史、过去一些影像跟文字资料也全部会在这边做展示。那当然还有还好书店，他们一些铁道的一些书籍，那以及回蓝窝，他有所谓的职作匠人，比如说他做烙印、做木头、做木工，这些东西也会在这个园区里面，每个馆都有不同的惊喜。这样子一个产业，它完全不是以赚钱为最主要的目的，而是以闲置空间再利用一种社会共好、社会合作的精神一起进驻在这里头。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精神，其实是在目前当中可能比较少见，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变成是一个起点，就像铁道一样，花莲就是一个起点站，我们希望从这边开始营运出去，让更多的人觉得他有兴趣，他也想要经营，可是觉得自己的能力不是那么的大，也许是小小的一个团队，小小的一个力量，可是都可以集结成为一个团队，然后一起让花莲变得更好。总策划苏树明表示，如同铁轨的延伸，相信花莲的美好可以透过共赢团队的努力，让园区再次成为行脚花东的必经之地。园区艺馆中山堂花莲铁道电影院即日起每周5、6日都将常态播映多元类型电影，园区二馆则有每周六上午的花莲好市集、小农市集。即日起，铁道一二馆除了每周三休馆，将从早上9点开放到晚上9点。而各馆经营时间以及更多详情，请上脸书粉丝页"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HRCP"。记者蒋方彦，花莲市报道。